大家早上好，大家中午好，大家晚上好。Hello， 大家好，欢迎观看水利为王视频。这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剪映来制作简单实用的温透视频。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打开剪映 APP。然后点击加号开始创作。首先导入一张好看的图片，这里选择一张美女图片，点击添加，点亮这一张图片，拖动右侧的边框，可以拉长这个时长。为了使这一张图片看起来更有趣，我们可以在工具栏中找到漫画，点击它，然后就可以生成一张漫画图片。点击左下角的返回，接着点击文字，点击新建文本，在这里输入问候的文字内容，比如在这里输入大家早上好，先把文字的大小以及位置调整好，接着给这个文字添加一些样式，这里也可以直接选择一种花字体。然后继续点击动画，在这里面有很多入场动画，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这里的话，我选择一种音符弹跳。选择好之后，把下面的滚动条拉到右边，拖长一点。如果感觉到文字比较密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返回去点击样式，点击下面的字间距，把文字的间距调大一点。调整好之后点击对号确定，接着我们还可以点击文本朗读，把这个文字变成语音，这个时候我们来点击播放，先听一下效果。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这个音符弹跳的动作太慢了，点击这个文字层，然后拖动到最后，点击动画，把这个音符弹跳的时长缩短一点，点击对号，我们再来听一下。大家早上好，差不多了，把文字的位置再调整一下。接下来给这些文字添加一些贴纸效果，点击添加贴纸。剪映里面有非常多的有趣好玩的贴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你要在这里面选择一种这种，然后把它的大小调整一下，放到第一个文字的上面，点击对号确定。接下来点击工具栏中的动画，给这个贴纸添加动画。首先给它添加一个入场动画，这里选择一个放大的入场动画，点击对号确定，然后把播放指针移动到入场动画结束的位置，点击分割，然后给后面的这一段贴纸添加一个动画效果，这里选择循环动画，这里有很多种样式，
大家可以根据设计要求去选择。我这里就直接选择一种旋转，调整一下快慢。点击对号确定。到这里，我们先用双指把时间轴放大，然后点击第一段贴纸，选择复制，在预览窗口中把这个贴纸移动到第二个文字上面，然后把这个贴纸层往右边拖动，拖动到第一个贴纸层的动画效果结束的位置，然后点击第二段贴纸，同样的先点击复制，把它放到第二个文字的上面，然后把这个贴纸层放到第一个贴纸层的后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按照这样的方法，给后面的文字逐个的添加贴纸。然后把每一个文字的第二段贴纸同样的把它拉长到与背景图片的时长一致，都调整好之后，我们点击返回，返回，最后再给这个视频添加一个音效，点击音频，点击音效，这里面有很多音频效果，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适合的音效。这里的话，我直接选择机械，在这里面我直接选择一个之前我收藏的一个 Puppet Cam， 点击使用，到最后点击播放，预览一下最终的效果。大家早上好。好了，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帮忙点赞、转发、评论、收藏加关注，谢谢，拜拜。